梵蒂冈电台讯，教宗方济各八月十七日下午在梵蒂冈私下接见了法国总统奥朗德，会谈约四十分钟。奥朗德总统赠送教宗一个绘有法国国徽的塞夫尔瓷器，教宗则回赠法国总统一面铜制雕刻品，以及“愿你受赞颂通谕、爱的喜乐劝谕和福音的喜乐劝谕”。此前，法国鲁昂教区阿梅尔神父。 于七月二十六日遇袭身亡后，奥朗德总统曾致电慰问教宗方济各。教宗在前往波兰的班机上，也曾发电报给奥朗德总统，特别感谢他以兄弟相待。奥朗德总统曾说：“当一名司铎被攻击时，整个法国都遭到袭击。”他还强调会竭尽所能保护法国境内的圣堂。